你放轻松哦，你放轻松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光扎下去你就不太能够动啊。看，有一个传说中的穴位叫做龙吻穴，是真的有这个穴道存在吗？消掉，消掉。啊！想输了。我觉得，好，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要来找刘医师帮我们证实一下，到底是在，因为我自己其实蛮好奇的，就常常看武侠小说或是电影当中，都会有一些什么你点的这个穴，然后你就不能动。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还是电影那么浮夸？如果还没看过上一集的、可以点这边，就是上一集我们来找刘医师帮我治疗，我觉得好非常多。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就是我想要来请问，有没有可能真的被点穴之后就完全走不了？这是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以前电影的或是武侠手都是用手擦，那是真的有效，还是说要用一些外力，像是针灸或是？我觉得如果有练过传统武术的，那他们身体力量，我们讲发劲那个，他如果打到对的位置，的确会让你没有办法动。那个没有办法动的感觉，应该是怎么讲？我觉得比较像是说，他其实没有你的身体被影响了，有一点稍微暂时宕机，就是麻掉、筋麻掉那种。例如说，我敲到说啊，对，有点像筋麻掉，或者突然没力。他需要一点时间 recover 这样子。报告医师，那如果我是被我哥揍肚子，然后突然动不了，那种也算吗？有一点点那种感觉，但是那个是因为疼痛引起嘛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有一些穴位我可以让你痛，所以你一动就痛，所以让你动不了。那有你刚刚讲的比较像是说，如果我们可能有没有什么针灸的刺激，或者是穴位的刺激，让它完全那个神经被阻断，这个部分就要看不同的穴位有可能。了解，那我们等一下来实测那个不能动。但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好奇的，就是常常看应该是成龙的电影吧？对，他脖子给你敲一下你就昏倒了，这也是有可能的吗？这是两回事哦，这个不是防身术吗？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人有这个颈动脉啦，对，所以你如果对颈动脉的刺激，你如果打到那个神经节，好，副交感的神经节，你弄到你会有暂时的休克或昏厥，这是真的。所以那我像这样子。2 hours later， 好，怎么已经过两个小时了？我们睡有点久啊。好，没有。那我刚刚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有可能实现，但是我记得在李连杰电影当中有一个传说中的穴位叫做龙吻穴，好像听说那个穴直接给他点下去会直接七孔流血，是真的有这个穴道存在吗？我也有看，就是小时候看觉得真的蛮屌的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讲啊，我们尽量找从医学上的可能证据。对，那因为在如果是颈后的穴位，有一些穴位比较靠近我们的颈部的脊髓，对，或者是靠近脑干，那我觉得如果我们针灸的针的长度深度够，是有机会刺激到那边。那至于你是说是因为我们治疗的角度，我们是以微量的刺激为主。对对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用一种破坏的角度，可能你手刀够强，你直接去把他的颈椎弄断，那或许是有可能。刘医师，你该不会是因为小时候看李连杰电影，然后为了学这个龙吻穴才当中医师的吧？我也是觉得这样针灸很屌，针灸很屌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实测一下，到底在一些穴道上特殊给它针下去，会不会真的动不了？那我们就来实验一下。Okay. 我现在手右手都正常，我应该可以正常抽卫生纸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到底针完之后会不会就拿不起来？要好啊，针要这么长吗？有点恐怖。我们务求那个效果比较好啊。好啦，开玩笑，就是说我刚刚讲了嘛，就是说如果我让你的肌肉收缩有受到阻碍的话，或者是因为那个酸痛很明显，你就真的不太能够握。好，那我会尽量尝试，我想办法拿起来。好，你想办法拿。真的好虐哦，为什么要这样搞啊？先来一个内关穴好了，好吧，内关，来。啊，你放轻松哦，你放轻松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光扎下去你就不太能够动了。还可以吗？有酸的吗？我可以啊，好痛！我可以放弃这些挑战。在演哦，在演哦。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可能还不够，还是有点痛。可是我还举得起来，可以撑得起来，还举得起来是吧？举得起来，再来。那么换一只，再来哈、哦。加满，好，加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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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哦。
哦，好痛哦，好，不是很痛，是很酸，酸到没力的感觉。对啊，我想想看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看着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，来，再试试看。还行，还行啊，这里没有影响到的，没有没有，加码啊，可恶啊，再来。我刚刚那两个已经其实很酸啊、哦、啊，看这也很痛。我们一次一次嘛，还是说一次复杂性的也可以？这样嘞，我大拇指按不下去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就是我大拇指按不下去，我只有前面可以动。我大拇指不能啊！我大拇指不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太痛！我跟你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们刚刚试，先把这样再讲、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讲解啊！好痛！我刚刚的状态是我被针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现在大拇指就是我一动就会痛，很酸，很酸，酸到动不了。虽然我前面可以这边这样，但是我大拇指是合不起来的。对，我刚状态是这样。没错，你说的非常正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。本来想说先让你的这一段的肌肉卡住，看来没有影响到手指。那刚刚用就是这里的，你看起来也还好，所以只好直接最用最近的，让你的手指的活动受影响。很痛，我觉得真的有，真的是在不同的肌群上刺激，就是我觉得点到之后，你会觉得那个肌肉一动就很痛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应该不是说点了之后完全不能动，是你会痛到不敢动。对。我好奇的第二个点就是，刚除了我们刚留言实测是真的动了会痛，之导致你不想动之外，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穴位啊，是我本来的味觉，然后被受到刺激之后，我本来觉得很苦的东西不苦了。或是我本来觉得很酸的东西不酸了，有这种穴位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真的。有些电影也是插下去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现在吃的东西都没感觉，然后舌头麻掉。小当家，小当家。耳后的，这是掌管味觉的中枢所在，只要插进这根针以后，会让你的舌头味觉暂时性麻痹。对，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穴位？我们试一下。嗯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有特别准备，就是酸甜苦辣、哦，酸甜苦辣，酸甜苦辣都来了。好辛苦、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先来喝一下苦茶，以现在的没有针灸的情况，喝一下苦茶的味道。医生，请问一下，苦茶也是重要的一种？一般讲苦茶或者讲青草茶，它其实有很多个茶在里，很多种青草在里头啦。对，那通常一般苦茶苦是比较清热泻火的成分，所以如果火气大，你可以喝一下。这个很像中，就是我们喝那个中药原汁哎。你要喝看看吗？我也要上啊。柠檬也是药材的之一吗？酸啊，酸主要是取它的酸味。对，而且我现在是原汁，没有套水。不要许我，我比较怕酸。哦。我的口水直接爆喷，这蜂蜜，蜂蜜也是药材吧？蜂蜜是哦，蜂蜜补喉咙嘛？对，有滋润的功能，然后也有固胃、啊欸。蜂蜜加柠檬应该很好喝。对。最后一个辣，辣是药材吗？辣应该不算是啦，但是如果就是某种刺激性需要的话，也可以啦。我直接喝、啊、真的直接吃哦，素哦。怎么用素？对吧？哇，好牺牲哦！对，啊，哲瑞，我必须告诉你啊，其实酸甜苦辣大家都知道，这些味觉其实你也不用试。请支援收银。我们因为顾名思义，我大概会想要蒸，比方说地仓或颊居，就是在我们下巴这一边的穴位去刺激。唾液腺，好，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样有没有用，来，哦、oh, ，应该还 OK 了。我已经有流口水一直流出来了，真的超多口水，反正你要两边拍我嘴巴，没有人想看你口水，好吧，可是这感觉有点像是那个打麻药有没有？你可以这样讲哦，你被打麻药打下去之后，然后自己莫名其妙一直流口水，不能控制，哦、oh.。酸了哦，我觉得你吃这么多东西有点辛苦，我们让唾液腺分泌多一点。感觉你口渴了？不是，真的好像没那么苦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。
还好苦，好像真的没那么苦，就是可以喝一大口，还是已经没苦了。不然你喝看到底有没有苦？我应该没有骗人吧？我喝。哦，这个有啦。我现在喝苦茶是真的觉得没有苦，可它有点像是变美式的感觉。下一个酸，这个酸应该不能干吧？我干了可能会落腮。酸还是很酸，酸我觉得，比较快消退。对，就第一口很酸而已，后面好像你可以不用喝完没关系啦。这看起来好恐怖哦，真的不要喝完。我觉得酸可能真的是 有刺激口水分泌，所以它有点从100%变80%，所以没有持续酸这么久。然后最没挑战感的人，我们这留最后啊，我想要辣完还可以用甜。好，那你先辣好不好？好吧，手下掉。下掉。看这个下掉，我等一下直接烙在爆喷到晚上。不是，我们等一下再争执烙在好了。下掉。啊！好拼哦！被五星撞了。我们没有换吧？还是很辣。要求可是因为太辣了，这个连甜都没什么甜感。哦，还是好辣，不行，我受不了。20 minutes later， 等一下，还是太辣。但我觉得真的好像有差啦，就是我觉得在刺激口水之后，先帮我拔掉好了。哦，来，另外一边。OK， 好。我觉得真的在就是喝完不是吃蒸完那个穴道之后，就是好像口水分泌变多了，所以苦茶很明显没有那么苦，但我觉得其他还是太刺激了。没有，就苦茶跟蜂蜜是唯一觉得蜂蜜变淡了，然后苦茶没有那么苦，但其他两个还是很酸，还是很辣。OK， 哦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留言实测算是也验证这是真的有效啊，所以电影不是随便演，是真的在一些特定穴位上，是真的，如果你的强度够强或者深度够深，还是可以刺激到，因为刚刚真的点完穴是没办法再抽卫生纸，然后但后面的那实测我自己是比较惊艳，竟然可以因为就是针灸，然后让我唾液分泌变多，然后可以变味觉会有一点点改善，但我觉得没有很明显到完全不觉得苦或完全不会酸，但是你会觉得味道上，有点被冲淡。对。好啦，那如果还有想看我们更多实测什么你觉得很有趣的留言啊，或者是很不可思议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或许未来我们有机会还可以继续去挑战尝试哦。感谢刘医师，那我们今天到这结束喽，我是你教练杨志睿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对，的确是你有鼻子过敏的症状吗？比方说会容易流鼻涕，或者是有人易打喷嚏。会，还蛮长的，就是只要睡醒、睡前。现在感觉蛮明显，应该是这一阵子可能变换季的关系，蛮明显的。湿气比较重，然后现在脉拔起来，胃也不是很好，的确是蛮刺激的，就是可能。胀气啦，或者是有一点灼热感，有一些胃酸吧。对。他睡觉最近睡得比较少。还好。左边心气、心脉拔起来比较弱。然后，是不是最近用的比较多哈？就是好像肾比较虚一点呢。